丽丽，你是又准备来让我失望的吧？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的每一句话，都能成为南京立法院的经典来学习。哼，你知不知道，你每一次对我献媚的时候，都让我特别瞧不起你。咱俩就是太像了，就像哎，照镜子一样，彼此都很懂，啊。 我可不是你啊，我没有你那么重情重义的。行，我出去反思一下。你要是敢走出这个屋子，我就绝不帮你做任何的事情。哎呀，你就不能有点骨气吗？今天有求我的时候，就偏不顺着我，看我能不能答应你。我从来不做不讲理的事情。是吗？那今天我也不讲道理。呀呀呀呀呀！你心里要是觉得不愿意，就把我推下去了。是不是刚好现在心里就是这样想的？ 丽丽，我觉得你最近吧特别爱抱怨，是不是我对你有失礼的行为，还是对你有不尊重？如果有的话，我道歉，我请你原谅。啊，哎，下来吧，啊，腿麻了，听话啊。 哎，我不让你走，就不让。丽丽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做兄妹嘛，对吧？啊？我觉得你最近可有点不对劲啊。嗯。哎，哥还有事，我得走了。哎，丽丽，你以为你谁呀？ 你就是个臭站街的，还嫌我老大嘴里有铁门，我就让你闻个够！呸！臭婊子！我……大鹏，你不能这么干！告诉你们，别管闲事儿啊！这个烂女人今天惹我大哥了，我大哥急了，知道吗？谁管谁死！ 回来，这是火焰老五的大徒弟，火焰老五是黄金荣的小兄弟，和张孝云也有软亲脾气，把不好惹。拉到车上，扔到乡里去。这是要出人命的，你下边也会出人命，他们到时候躲在哪儿大敌黑箱，已经见阎王了，怎么就不听劝呢？ 你啊，就跟着我，我动你再动。刑法第22章，不故意杀人罪，伤害他人身体及健康者为故意伤害罪。老子就是故意的，我就想杀人。第32章，恐吓罪。恐吓？我恐吓谁了？我是神经病。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怎么了？第21章杀人罪，我要依法逮捕你，请你配合。配合？好，我配合你。看我嘴型。去你妈的账！全太让自己等醒。 Thank you.
其他所里人依法执行职务时，知强暴胁迫者为妨害公务罪。他打我，你看见了吗？精神不正常者的言论是不宜采信的。你，你说什么？老子在普法，带他去验伤看病，外用由他的老大出。这个也够胡扯！叫什么？这世界上居然还真的能有这么帅的女人。
好，知道了。我渴死了，倒杯水给我。哦，哎，那我先去了啊。小姐，那儿你快着点啊。走。哟，这是谁啊？是啊。哎，一个官人，一个长三阿姐，都不能这么死心塌地的恋上婷婷着，哥真是有两下子。哎呀，这女的一点也不比明星公司拍的那个《再世姻缘》里边那个女主角啊严珊珊差，我觉得比那个还啥呀？还有美，喜欢吗？可不是喜欢吗？喜欢。哎，我哭了。我跟您说啊，这个田探长啊，他最近是公务繁忙，老在外边跑来跑去的。要不这样，您先回去休息。我见着他，我一定告诉他您来了，好吧？谷局长，您告诉他，女人不是老虎，他也不用装小和尚。嗯。再大的庙我也拜得过来，再高的山我也攀得上去。是。只要我见不到他，我以后天天来。每次看见徐丽丽啊，她那个眼睛啊，都是那副谄媚样。古局看到美女都这样，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姜是老的辣，学着点吧。走了。
那就让我做他的邻居，我保证不乱吵。就当你的心里是一个大院子，只要有一个小小的地方让我圈着就可以了。 你知道，心里没有停留的人，活着有多狼狈。我们是亲人。 我知道你心里有不满，你觉得我没守诺言，觉得我有点得寸进尺，老想挤到你藏着的女人的那个地方去。你说那个稽查私盐的稽核分所的所长很有钱，嗯？你那么想有钱啊？难道就是为了那个女人？贩卖私盐一向都是暴利，稽核分所所长这个职务。 你一直都在等着他吗？小说吧，是不是越在意男人的女人，对男人来说？ 就像色鬼的。
在车里等你。好。不是，你确定你的那个兄弟是我抓的？那是啊，要不是还能来麻烦谷局长吗？这谈不上麻烦，咱们都是为国家执法的，是吧？为国家为老百姓效力。哎，是是是，哎，我想请您帮忙把他给放了。哎，他就是一激动啊，失手把两个犯私盐的给打死了，平时可都是勤勤恳恳的。这事儿啊不是特别好办，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些律师啊，一天到晚的，就是老在这个法院门口、监狱门口的小饭馆、小咖啡馆里眯着，干什么呀？但凡逮着点事儿，他们无事生非的捣乱。是是是，这我明白，这事儿办起来一定会给谷局长添不少麻烦，所以啊，我这里准备了一些薄银，来作为兄弟们的办案经费。不是不是，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你？啊？哦，不是，想请谷局长，哎，您多费点心，让手下的弟兄们吃点辛苦，一定要彻查此案，咱不能让自己的兄弟们，哎，为公家办事受了冤枉，不是？是是。怎么说，他们和咱们一样，那都是国家栋梁，是不是？哎，您知道，那些犯私盐的，可不都是下三滥臭脚力吗？跟他们没道理好讲。我们的人在执法的时候啊，那都是经常挨打受骂，暴力抗法也时有发生。现在，要是让弟兄们哎继续做事，稳住大家，为国效劳，那都困难。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就如果这个被杀的那个嫌犯他是袭警在先，咱们的同志不但没错，而且还得受到表彰，对对，是吧？有您这样的国家法律捍卫者，那是国之希望。哎，老哥，您好。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一回，你下回你要再弄这事儿，我什么事儿我也不管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哎，唐宁，好，那拜托了。挺好，挺好，干得不错啊。好好好，啊，慢点啊。哎，哎，好嘛，走啊，哎。怎么样，局长？老弟够实在吗？就是有点250。哎呀，就是有点匪气。你说跟这私盐贩子在一块，不匪气点，就控制不了他们。哎，我送您回家吧。回局里。这个东西不放。回局里。是。要你拿着你就拿着，我拿一个，拿着。啊，谢谢局长啊，这药。慢走。
你抢银行了？我劫了生辰纲。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一个不夜城。集合集合集合！什么情况？哎，处长，怎么了？老大生气了。哦，李正，你们都互相看看，啊，互相看看，什么样子？妈，比土匪还土匪，比流氓还流氓！你让上海老百姓看见，心里怎么想啊？啊？听好了。所有的人，待会儿围着管区跑一圈，凡是跑不下来的，脱衣服滚蛋。还有，回来以后把场景补习所章程和三民主义要义从头给我背一遍，背不下来的，照样脱衣服滚蛋。立正，向左转。除了许胖子以外，不，报告，我还废话。跑步走，一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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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，过来过来，趁他们都不在，挨个的给我搜，仔细的搜，认真的搜，听见没有？搜什么呀？废话，昨天的钱都丢了啊！这叫什么队伍啊？这叫，快去快去！我为什么不能进去？对不起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不能进，我要投诉你。我们要进去一下见田守成法官。对不起，今天市党部在这里有活动，任何人都不能进。你是新来的吧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不想干了？切！先生里边请，请坐。先生，请问要点什么？来两杯茶吧。好的。我听说有很多和法院里有关系的律师喜欢来这儿，法院里的人会把一些需要找律师的人介绍到这儿来，而律师接了活之后会和介绍人分代理费，所以有些法官拿的律师费比律师还多。所以我带你到这儿来看一看，这对了解他们有好处。我还是去法院看看能不能保释，你不跟我去吗？我跟田守成法官有约定，为了避嫌，除非是出庭作证，否则我任何一家法院都不会进去的。这么说，田守成法官还真像传言中那样令人尊敬。走了。先生，您的红茶。请慢用。你认识田守成大法官？有些了解吧。你长得和他像，你一进来我就注意到你。你跟他很熟啊？人和人哪有熟不熟的？就像西瓜，不切开来看看，谁能保证里边什么样？过来喝点。早上起来我不喝酒。喝酒就得早晨喝。不一早给自己灌糊涂了，这一天怎么过呀？明白人活在世上就是受罪呀。老先生怎么称呼？老瘪三儿、老宋棍、老酒鬼、老杠头都行。能够自嘲的人，说明再清醒不过了。田吉爷，你不像你的父亲。你认识他们？沧海桑田，光阴逆转。老天爷把这世上的一切看得透透的。
老天，你去问问你们局里，怎么又撤回了要求补充侦查的申请啊？你确定？我确定，刚刚法院告诉我的，这样被假释就没有可能了，而且开庭时间不变。老先生，改天我一定亲自登门拜访。这法院啊，就是个酒馆，这没点酒量的人呢，在里边他整天都会迷糊的。田守成是个有海量的，准确地说，他是酿酒的。服务生，给这位老先生再加一壶酒。好的。田基业觉得，刚刚那个人欲言又止，好像知道一些关于自己和田守成的事情，对自己的身世的猜测和探寻，也一直都是困扰他的一个谜团。他认识整个世界，我倒觉得他很清醒。这个老头故事太多了。时时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，人们有选举罢免、创制、复决四权，复决四权，政府有。停停停停停！怎么一背到政府拥有的权利的时候，你就背不下来了？你是见不得政府拥有权利是吧？我让你们停了吗？坐。你小子典型的对政府不满。局长，要不您让我脱衣服滚蛋算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政府则拥有立法、司法、行政、考试、监督五权以管理国家，其核心观念就是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，也就是讲，政府拥有治权，人民拥有政权，民生主义。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学学你们田哥，啊，张嘴就来，这是什么呀？本事！以后凡是没有这本事的人，甭跟我说话啊！哎哎哎，你躲我干什么呀？李章，是什么政府？收！哎，这小子，解散！哎，这哎。你总躲着我干什么？我躲着你干什么？又光明磊落的。啊，你跟着干嘛啊？啊，谷局长您好，我是职业律师叶静琪。哎，您看，你这点事儿该找谁找谁去，局长不能为你一个人服务，知道吗？可是我要涉及到的公务，只能向谷局长您咨询，而且也只有您有这个权利。你们俩说的是一个事儿啊？嗯哼。你先进去。不是，你先进去。你要敢再跟着，我就告你妨碍公务罪。我就能把你抓起来。你记住了，在这儿我是老大，别跟着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补充侦查函是我撤的，我不撤不行。是你那个朋友李炳军他让我撤的，例行社，我惹得起吗？戴老板我也惹不起，况且人家情报准确啊，让撤必然有让撤的原因，就这样。不是局长，哎，这一个小女子跟他们能有什么关系啊？你问李炳军去啊，他跟你又是同学又是朋友的，他肯定能告诉你实话。慢着，怎么着？你决定按公序办事再次上交啊？哎，你以为法院是红馆呢？想出台就出台，你们一点法律都不懂。你慢着，你想通了没有啊？我丢东西了。不是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指着我替你搬家。哎哎，局长丢东西，这可是个立功的好机会。这帮小子肯定争先恐后来抢这个机会。不是你想干嘛？说话怎么这么气人呢？啊，干嘛想干嘛？干嘛？干嘛你？干嘛？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有内鬼。那让他们摁手印啊，谁不敢摁就是谁。这小子，我这事儿你怎么不上心呢？你不是又不是我丢东西，我上什么心？再说谁去你们家偷东西？我不是在家里丢的，我是在啊，在办公室丢的。办公室有什么好偷的？哎呦，为什么嫂子在这藏金条呢？没有，外面搞女人了。没有。那你说到底为什么？你不说我不帮你，说不说？不说啊，走了。嘿。
你真没动。什么意思你？没什么意思。你滚，不管滚。那什么人呢？还怀疑我？这是什么人呢？哎，怎么着？我说你要在这儿常住下去了啊！我把那边的租房给退了，那里一月要3块大洋，我付不起。哦，你是不是连伙食费你都省了啊？哎呀，你吃的时候啊，随便给我拨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，我不挑食的。哎，你们家祖辈有没有干过账房先生的？还真有。啊，生生不息呀，薪火相传呀，烟火续上了啊！老田啊，你知不知道我是免费给那些人做代理的？我不忍心向那些公益组织要钱，还有很多人需要他们的帮助。哦，你白吃我的，白喝我的，你就忍心了？哎，咱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。哎，等官司打完了，你不轰我，我也走。我告诉你，你打赢官司，你才能住在这儿。命运暗藏着前路的。